咧，一出道嘅時候啊，第一張碟咧，佢已經係即係自己都投入好多嘅力量去做噶啦。成日都會話資源唔夠喎，資源唔夠係咪代表成績唔好咧？唔係嘅，因為佢啲唱片嘅銷量咧，個成績係相當之亮麗嘅。點樣可以令到呢一條音樂路係真係行得有自己中意，又可以行得咁長遠嘅咧？咁我哋請佢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啦。CTS 謝詠麗。到呢度都會俾一啲 tips 我哋嘅新人啊，話俾佢哋聽點樣可以行得即係遠啲，係嘛呢條其實我都唔敢講係 tips 咯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都仲係一個新人。努力緊。但係你啲碟嘅銷量很好好啊！係咯，犀利，一張比一張犀利。係啊，我好感恩，即係大家都睇到我哋嘅努力啦。每一張唱片我哋都好用心去製作，希望做到最好，用最好嘅嘢去俾香港嘅各位樂迷聽到。好重要的元素啊！咁其實講緊咧，之前頭三張嘅專輯就係翻唱碟啦，今次第四張嘅就係自己一個自家創作嘅專輯。嚟緊啊，2019年咧有啲咩計劃嘅？其實都有幾個唔同嘅 project， 咁希望大家都拭目以待啦。好，係啊，講得住啊！今日唱片就歸咗啲建議俾大家，因為其實我覺得咧，自己嗰陣時當年做新人6年前啦，其實已經咁話説呢一隻歌咧。唱俾大家聽，咁所以都今日就適逢今日都為大家新人，我哋大家都要打氣，我自己都需要大家打氣，咁所以都大家互惠互勉咁樣啦。好，咁就唱一首我當其時自己獨立用自己個名嘅時候嘅第一張 EP 嘅歌送俾大家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即刻將個台交俾 Suki S 啦，你哋鼓勵啦。送上呢一首。其實我在演唱會都很唱過的歌，就是《戀愛周期》，送給大家。當天差踏著看夕陽，酒杯貼在我面上，我遇傻遇惶講，提升一下意識已低落，滿足多你令我着落。See you.